各位同学，我今麦开始上课，请大家起立。行嘞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啊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啊，今麦这个时间吼，由我来给大家介绍咱台湾有关海洋方面的问题。因为咱台湾四边拢是海，海洋和台湾的未来有足密切的关系。在咱过去这个国民党政府来遮甲咱统治的过程当中，伊一直予台湾人对海有一个足恐慌的概念，海会甲咱吞食落去，咱爱离海较远的，所以所有海边拢是管制的地区。咱小学即马毋知有即篇课文无？咱小学的时阵有一篇课文，你讲天这么黑，风这么大，爸爸捕鱼去，为什么还不回家？互你看到海，听到海有关的这资料的时阵，互你想到的海就是去可能无法度回来。但是台湾四边拢是海。海对一个像台湾这款的所在是非常重要，世界各国拢是安尼。因为你是足近的距离，你都有法度接受到海。海对这个岛屿不管是资源，还是气候，还是种种的影响拢非常的大。所以咱必须要对海有非常进一步的了解。对咱台湾的未来非常重要，所以今仔日要透过这个时间来介绍咱台湾有关海洋方面的问题。咱要经营台湾的海，咱爱第一个有概念，就是讲咱台湾这个海和陆地无共款，咱就伫陆地国家和国家之间。你讲这边是我的，那边是你的，国家的界线，这个界线在陆地真清楚。在陆地，你只要界定好，用山，用一个地理，还是讲你定起来为界线，真清楚，会用分配讲这边是我管的，那边是你管的。你所有权利甲到位非常清楚，但是伫海。大概爱了解海，这个平面是震动的。咱拢知影海一天涨潮退潮会有两界。涨潮的时阵，你足侪所在都淹去啊。你本来讲，咱用这块岛捅出来这块石头做界线，海水淹起来，迄、那个界线怎啊无去？退潮的时阵，退潮的时阵，你会感觉，安那加遐侪所在，到底要安那看？咱也伫海上伫行船，含陆上完全无共款的概念。咱伫陆上，咱有足侪用参考的所在，譬如讲有山啦，有溪谷啦，吼，有田横啦，足侪所在地点、地标，用互你做参考的点，来看你即卖是倒，你要向倒位去，你知影方向足清楚，袂去行毋着。但是海拢平，四边。拢白茫茫，你要到四边拢完全共款，你敢有日头？所以航海含伫陆上，讲要去征服别个国家，完全无共款概念。伫古早时代，伫国家含国家竞争的过程当中，陆上是非常容易会用了解我要行去倒一个方向，遮有山有山要安怎行？伫海上四边拢是共款。敢若日头为东边起来，为西边落去，四边拢是共款时。你讲好，咱要去迄个所在是南边，你南边共款是南边，有足一条平行线，你共款向南行，无一定有法度行到你要爱去的所在。所以海上伫遐哩通行的时阵，你要看你的去到你的目的地，含陆上非常无共款。所以演变出来。海上大家的权利，讲倒位是属于咱的，倒位属于别人的，这个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，伫世界各国一直
为着海权的问题开足侪个会，来界定啥物所在是我管的，啥物所在是你管的。陆上土地占地球的面积30%，但是海占地球的面积70%。啊，70%迄个遮宽的面积，你要讲倒位是你的，啊是真歹讲。啊，要来分割嘛真麻烦，而且你嘛管辖袂到，遐尼啊大片的所在，咱陆地会用派军队去顾。你海，你敢有法度派军队去顾某一个所在？讲空起来，即个你超过这条界线就是我的，无可能。所以海变作有公共的，叫做公海。啊，佮有啊，因为啊，佮配有一个名词叫经济海域。就是讲，我要掠鱼，还是讲这个海底资源是算我的，啊，要算到倒位？我有一个200海里的经济海域这个概念，啊，有一个叫3海里的领海，就是讲距离我的陆地3海里的距离，这个算我的领土。你就袂使，你要经过这个领海，你必须要我同意。啊，你若通过公海，啊，就随在大家的自由。但是这是一个演变当中的啊学术的概念，所以对于海权的问题，咱必须要啊有无同款的思考的模式，咱必须要专门的人来研究海权迄个概念，海和陆地无同款，所以咱必须要专门的人爱了解海的人，才知影海面顶权力咩啊分割。第二个概念就是生态保育的概念。生态保育对于一般人来讲，伊会感觉讲啊，生态保育是毋是把一挂水的鸟啊、水的鱼啊、水的生物啊、珍贵的生物、珍贵的原因就是真少，啊，甲保留起来。吼、哦，啊是安那？因为咱会用互别人来遮观光，会用看，咱的子子孙孙那个保留起来，咱子子孙孙会用留落来看。生态保育的概念第一层真浅的概念是安尼，咱为着这生物的生存，为着经济，为着一种的感情，咱想要来个这个生物保护起来。其实生态保育较深的概念是安尼，生物对环境伊的反应拢无共款，咱人算作是对环境改变反应真慢的一种生物。譬如讲，咱即马空气有污染，空气有污染，你一定爱闻到臭味。你讲哦，那只臭是倒位有物件偷工放啊毒气出来。咱看水有污染，一定爱等下鱼啊死去啊，冰毒，还是讲水污去啊，还是讲水流去啊，还是讲水内底有奇怪含光来无同款的色。哦，你讲水有污染，啊，但是刚刚迄个时阵。咱该要来处理这个污染的问题，其实常常拢是上班。啊，你若讲啊，佮会付佮改变你所付出的代价，付出的金钱佮时间，拢是超越你原来啊、应当为环境所得到利益的。啊，咱要安那较早、提早来发现环境有咧改变。在这个环境内底，含咱共同生活这个环境内底生物，有足侪生物，伊对这个环境比咱人敏感足侪。咱若年岁较侪，咱就发现讲，咱自细汉啊，甲看到一挂生物在咱的四周围，伫遐咧啊飞，伫遐咧活动，但是到今嘛，你忽然间会感觉讲，哎、欸，哪会拢无看？咱台湾有一种迄个细只鱼啊。啊！伊中文叫稻田鱼，啊，就是讲四界看起来那像啊大肚蛤蟆迄款的吼，孔雀鱼迄款的。啊，但是迄是台湾特有的一种啊淡水鱼，细只的。啊，伫差不多20年前，台湾就足少足少看到，因为迄含咱用农药伫用足侪有关系，遐拢生伫啊田边，啊遐鱼啊足早足早，才20年前，我都差不多无看啊。啊，这个鱼啊，遐伫遐生存的环境，伊无法度活落，咱人嘛阁继续活了真好。所以生态保育较深的一个概念，就是讲，咱来了解咱生态内底，咱所活的环境内底，到底有偌济种的生物，啊，这个生物数量有偌济，这个数量减少去，啊，是讲某一种生物无去，
代表这个环境有改变。这个改变对咱人来讲，感觉讲也无差啊，咱嘛是阁同款活了好好，你也无闻到啥物臭味。但是生态保育的概念就是讲，利用这些生物对环境的敏感性。咱也知影讲，即卖有偌济种，数量有偌济，啊，逐年去加检查，去加计算，发现讲，奈今年忽然间减少遐尼啊济，啊是讲，奇怪，遮个本来公个甲母个比例是一比一，奈忽然间变作一比九，啊，遮个比例数量种类个改变，对咱来讲，就是一个环境改变个讯号，啊，即、這个讯号对咱来讲，咱就有法度提早。因为咱人爱袂感觉足严重，感觉袂大利的时阵，咱就用透过环境这生物替咱提出警告。安尼，咱要来改变这个环境所改变的部分。第一，咱会用找出来源，到底啥物代志发生改变？啊，发生改变，咱把这个改变的原因找出来，咱较紧来弥补。啊，这个弥补对咱来讲，就开较少的困难，就用来处理。咱若住伫高雄，咱拢知影高雄有一条河叫前镇河。啊，前镇河啊，伫以前伫社中庭做市长的以前，住伫前镇河的岸边，啊，遐人面对前镇河遐窗啊，拢袂开进，因为臭甲袂便宜。你开个，你嘛免伫遐住。啊，到尾啊。社中庭做市长了，开始整治前镇河。啊，整治伊甲罗林换单局，甲即嘛前镇河将伊窗仔两边边仔的厝开始起价，窗仔会用开开。但是你即嘛过去前镇河看，迄水也是讲溪底嘛是个乌的。啊，当时甲用恢复原来前镇河迄款清，啊用看到底迄款情形。可能要阁真久的时间，啊，所以环境的改变对咱人来讲，咱要感觉伊的改变，常常都爱存爱河潮气、前镇河潮气，啊，种二仁溪潮气、色变红气，你才会感觉讲，哎呦，安尼已经袂赴啊，啊，所以生态保育一个较深的概念，就是用咱会用利用生态的改变。替咱来做一个检查，咱的环境有改变无？所以这是一个足重要的概念。唔呐，为着观光要赚钱，为了唔呐，为着咱的子孙要伫遮继续住落，有法度欣赏遮个水的啊生物，啊讲知影遮生物活的什么情形，唔是干去博物馆看标本。啊，为着这個，其实这是生态保育较浅的一个概念。所以生态保育是咱未来海遐大片，海内底遐尼啊侪生物，海伊伫变化，咱咪啊知影咱的海已经含永存无共款。生态保育是一个足重要的概念。第三点就是讲永续发展的概念。咱伫未来发展咱的经济，开发咱的海洋的资源，咱的想法啊，总共是。啊，花地，咱都物件足济，都尽量用。因为，譬如讲，伫瓜田，啊，咱伫即个啊土地的石油的啊存量，即马其实啊了解是非常的济。啊，尤其是瓜田啊，所以我定下讲啊，为着这個，欢迎大家转来台南州，哈、啊，因为瓜田伫台南，后摆台南会做钱。因为遐有石油，啊，但是石油是另一种，你用了一粒，即地球就减一粒的资源，所以你个抽抽了用了就无啊。永续发展的概念是啥？永续发展的概念就是讲你用了，迄、那个物件搁伫遐，啊，啥物物件有法度你用了继续搁伫遐？以咱用海洋资源的概念来看这件代志，澳洲是一个足好个例。澳洲和咱台湾同款，有两千几万人。当然，人的人口的数量是变少，但是因每一个人
所赚的钱是咱台湾人的三倍。因的 GDP 是超过600到700块美金，咱台湾个20000出头块美金，伊是咱的三倍外。按到底是安下高赚钱，偏偏一个人伫澳洲用法都赚哈侪钱。因分析起来，澳洲因所赚的 GDP 的收入为带来为观光业来。什么款观光？就是讲高附加价值的观光。就这个观光计小加管。啊，什么款的观光计小加管？譬如讲唱水，遐澳洲有一个大堡礁。啊！大家拢足想要去大堡礁看讲哦，这全世界上界大的珊瑚礁。啊，珊瑚礁是伫咱啊，你也去水族馆，啊是讲海洋博物馆，像这款所在，你去参观的时阵，哦，看足侪种鱼啊，足侪世界各区有不同款种的鱼啊。但是所有海洋博物馆啊、水族馆上界水的所在，就是珊瑚礁区。因为珊瑚礁区，咱肯定来介绍。伊个环境个特殊，和遐个啊生物，和遐鱼啊，也是其他生物哦，色足侪种，形态足侪种。啊，所以大堡礁是全世界上界大个珊瑚礁区，啊，伫澳洲，啊，大家拢会想要去遐看，因为伊讲遐有含人病大只个石斑，哦，大家就坐飞轮机。坐飞机坐到澳洲，你讲好，我卖予澳洲赚到飞机钱，你坐恁国内航空，但是飞机到澳洲的飞机场，就要开始交钱。所以飞机到澳洲每一个国家的机场落的时阵，你要交税金，要交服务费。所以你只要去澳洲落飞机买飞机票，迄个时阵你就开始付钱予澳洲。你去澳洲，当然你是要爱食，嘛是爱住。啊，要去大堡礁看迄只含人病大只的石斑，你必须要啥？第一，爱坐车坐到海边；第二，海边毋是讲落，像咱垦丁安尼三千个咚跳落，你倒好倒去看迄只石斑，无法度。你必须要阁坐船，坐，所以你爱租船。啊，租船要去带，要去带厂，你必须要请教练，无你嘛毋知迄只石斑伫带。好，请教练，哦，请到遐。你过来嘞！你需要有装备，你袂使一个人穿只游泳裤落装落，因为啊、一般唱水的时阵，你也伫水底泡水泡较久，啊，佮有日头晒，啊，对皮肤无好，啊，你会失温，所以一般拢会叫你爱穿装备，伫水底佮会冻较久，而且有法度较近距离的看到你要看的物件。啊，无你啊穿只游泳裤拢伫水面，啊，伫遐浮的浮的，足济物件你看无。所以介绍讲，哦，你在穿装备、排杆啊，落去好，遐拢爱钱。啊，落去唱水的时阵，哦，唱，翕一张相，含一只含咱人变大只石斑，翕一张相了后，迄只石斑呢？迄只石斑游完底下收来收去，一万个起来翕了，迄只石斑游完底下。啊，咱来讲咱台湾对石斑的做法是啥？咱来台湾的石斑，拢想讲，安那煮，用吹，用煎的，用煎的，哦，拢想伫桌顶看安那来舞，哦，大概才会好食。所以咱台湾的石斑拢食了了。啊，但是你食一只石斑，就无一只石斑。迄只含人翕相，含人变大只，迄只石斑现十万人，迄只石斑游完伫遐。啊，所以这就是一个永续发展的概念，就是安尼。平平赚到钱，哦，你煮一道石斑的料理，哦，外国人来食讲，哦，石斑好食，啊，石斑就无去啊。啊，你看伊予人翕一张相，等于哦，迄张相够用藏足久，甲因孙仔讲，甲因查某囝讲，讲你看，恁爸捌去含一只石斑遮大只，你捌看过无？翕一张相，翕张相，甲伊伫澳洲的回忆，一直留咧，留到惊孙，但迄只石斑予你食了咧。等于甲恁查某讲，台湾的石斑袂歹食，啊，偌好食，啊，就足好食。啊，所以啊，无你来家己来食看卖，吼、哦。但是迄只石斑迄张相片，伊所带来的印象概念，你会一直做活灵灵的，一直传伫你的啊身躯边，你的子孙、你的家族内底。但是，互你食了迄石斑，你讲都真好食，啊，无咩，无我带你来食，啊，陪来台湾我食一届，食了。
嘛是阁无感觉，都感觉好食。啊，这互我想起一件代志，我伫学校有当时啊，必须要教学生啊英文。啊，教学生英文时，我甲足彻底发现，英文这个语言非常非常的严格。所以咱常讲国际教育一定要用英文做依据，最后的依据。两个啊，两方也有纠纷，讲这个条文的解释不同款，一定要用英文的版本做依据。是安那？我发现英文是安汉尼啊严谨、严格的规范，伊所讲的话，汉民食食有关系。大家唔捌捌食过西餐无？食过西餐拢安那食？看到桌顶一堆鸡丝，对吧？哈，啊，啥遐济鸡丝？啊，而且你食时阵，搁一盘，你桌顶一定有一个盘，迄、那个盘唔是要互你食物件哦。你桌顶迄个盘是要互你放盘的。伊确定来后，第一道前菜来，一定放伫迄大块盘面顶，一盘细片啊，一个汤，互你伫遐食。啊，每食一项菜，你一定爱换鸡丝，有无？所以有一个概念讲啊，你也不要吃，不要紧，为上盖外口迄、那个鸡翅开始用。啊，每吃一道菜，一定换遐、那个啊刀啦、吼汤匙啊啦，换撇啦啦。每一项菜吃的味绝对袂难着，而且大家想哦，吃西餐开足侪时间，啊那无几项吃几下暗，吼、哦、为七点吃到九点，吃三项菜。啊，这是什么世界？啊，咱大家要去食个板豆嘛吼，十二道菜，冰冰冰冰，食个那烧阵安尼，你记得煮头个尾干换过？无？你的汤匙啊，煮头个尾干换过？无？啊换吼，有啦，换唔知换无换啦，有当时讲大部分拢无换，迄、那个撇来会换，是安那撇来换，吼拢是笨手，你无换你袂食哩。啊，所以你感觉，咱伫食到用中餐的方式来食到的时候，为头甲尾食遐物件，遐味起来，伊敢有一项一项出，出了后你食了个膨胀，袂嘛？一段时间第二项菜，所以你个字就开始拉拉拉。虽然有公筷母匙，但是食味你处于内底的滋味，其实你已经感觉袂出来你伫食啥。第一项、第二项。我第三项、第四项，差不多规桌顶拢是菜啊。迄、那个桌顶阁用洗，真好。哦，你要食迄、要食，头拄仔食了迄好食，阁食第二摆。顶头的，你敢知影？你这个这道食落来十二项菜，什么菜是什么味？无可能知影。当来讲好，跟那个板甲真澎湃，有联系。啊，有啥？有啥？有啥？你拢讲遐物件，但是来讲啊，食了好食无？好食。啊，什么滋味？跟你讲，就好食啦。刚才有一个印象讲好食，今仔食个足饱。但是食物的滋味，啊，做出来迄个好食，到底好食伫倒？啊，迄个特色伫倒？用中国式的，用台菜的方式食，你绝对食袂出来。啊，所以食了呐，刚一个印象好食。但是伫外国，你看人食西餐，包括啉的酒。我去英国留学的时候，我发现讲，哦，我真正有够超包。我伫食饭的时候，甲阮老师讲，够秘鲁。阮老师个摇头奇怪，即摆哪有秘鲁？秘鲁干啥？秘鲁干食饭进前，食饭进前，大家先开讲，吼、哦、啊，大家熟悉一下，啉秘鲁还是啉果汁，迄种会啉。食饭的时候，干两种酒，唔是红酒就是白酒。啊！你讲食啥物菜，然后伊讲红色个肉，你就要用红酒；啊，食鱼啊，就要用白酒。这无遐绝对啦，吼。迄有看家己个习惯性，但一般性是安那会安尼，就是因为迄酒个啊感觉无同款。啊，食饭了，哦，你看咱台湾啊，有当时啊请人客啊，较风神呢，一道拢 VSOP 一罐，洋酒一罐，拢放啥？拢放。白兰地阿伯的威士忌，白兰地跟威士忌不是你吃饭的时候的酒，白兰地跟威士忌是餐后酒，就是你吃饭吃饱，然后啊，现在大家要开讲，啊，就要喝一点酒，那时候才会喝酒精度四十度以上那种高酒，啊，吃饭的时候喝那个高粱啦，喝那个白兰地啦，喝威士忌啦，
你菜味完全都吃不出感觉。但是你敢有发现，咱对食食来讲，讲究啥？讲究目睭看的，有龙虾无？无龙虾，无青草。这主人无够慷慨，连龙虾也无。啊，无就一定爱有啥？爱有啥？你家想到今仔日食的是物件的形，但迄味无迄个感觉。所以你才会感觉讲啊，咱食饭的时配高粱啥啥啥来安尼头，因为你味对你来讲无迄个重要性。啊，所以对咱台湾人来讲，咱台湾人一直伫善食甲好食的过程当中，咱完全唔知影啥物叫做生活的品味，就一直感觉讲哦，食粗饱，粗饱食到尾就食贵，哦，一道三万块。我迄道十万块，啊！你食到啥？我食到麒麟呢，你毋捌食过哦，哈！喺天顶咧飞，迄只专台湾个一只，摕落来食，十万块迄顿，哦！我捌听到一个饲麻的前辈甲我讲，伊捌一届两罐秘鲁，迄菜钱是一百万，啊，像菜钱一百万，因为饲的麻仔迄届全部拢捡，啊，麻仔足细只，啊，白白个做一半。一半一百万，啊！台湾就是安尼，因为咱对一寡概念，咱一直感觉讲哦，都爱安怎都安怎，但是迄款概念含外国对一寡代志概念完全无共款。所以咱头先讲上班，讲到上班，咱所想到，敢想要安个无共款的煮法煮方食好食，但是迄款的好食，你伫板凳的面顶，你就感受袂出来。好食好食伫倒，你敢感觉讲今仔食足饱，今仔上班食袂少。啊，但遐上班互咱食了了都无啊，就一直吃，害了了，无上班就只继续往吃。但是伫外国，你迄只上班一直欣赏，一直欣赏，会用欣足久。啊，过迄只上班游玩伫遐，你无去改变这个现状，你慢慢去改变这个现状。你家往这只石板，你当赚足侪钱。啊，这只石板，你想看卖？要去翕迄张相，咱头拄为机场开始算，算到伊我到翕迄张相登去。你看澳洲赚偌侪钱？啊，但是你去到石板的料理，你用赚偌侪钱？所以咱只要用看出来，咱对经济发展无同款的想法的时阵，其实有的钱真轻巧，爱用赚足侪钱，介绍个在你开。但是有的钱赚到很辛苦，除非到石板的料理，你就在那里火炉旁边烘到要热死，又切又剁，而且石板卖了就要再抓一只。这就是永续发展的一个概念，你如果没有永续发展的概念，你就一定要制造资源，不然你就在消耗原来资源，消耗了呢，一颗钓无鱼，你又钓别颗吗？地球刚一个而已呢。地球面顶这资源是有限的呢，所以咱台湾，尤其是这么小的所在，咱对咱海经营的概念，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啊。第四个就是国际合作，咱对海洋的开发，对咱台湾人来讲非常重要。但是咱到迄个本事，家己规划盘起来，家己来做就好，免去插别个国家。海洋是足复杂的，伊迄款的牵涉到的科学，咱来讲美国就好。美国的海洋部伊管较到，我差不多全世界伊管较到，南极、北极有海的所在伊管较到，是安那？因为海占地球70%，伊影响到全球的气候，所以美国的海洋部连气候嘛爱管，所以美国的海洋部伊嘛有卫星。啊是啊，安尼，因为海洋足复杂。海洋足大片，你要控制伊，你用的技术个概念完全是不同款。台湾，咱有法度规划盘去无？我所拄到的经验，因为我较接触到海洋研究这部分，咱也无透过含国际合作，咱会定定开足侪钱，但是呢，结果就是讲做无半项，是安尼？因为在这个现在咱所遇到的问题里底，每一个问题关于海，
拢是足大足大诶题目。啊，咱人台湾够遐侪人才，好，咱讲咱有钱，咱有钱，其实含美国比起来，咱含伊诶钱比起来，怎屁塞大诶钱？你讲要买一只船来做海洋诶研究，有？咱伫前几年。台湾为着要研究海洋，做一只上界大只的。咱本来海鹰一号、海鹰二号，做一只比海鹰一号、海鹰二号更大只。迄只船刚停伫岸边，一个月都要开百几万，有够大只。迄只要创啥？迄只就是要来做海底的探勘，来研究海底。啊，研究海底海面拢会用研究，啊，有一只独大只的。潜水艇，迄个潜水艇唔是人要入去内底，迄是遥控的。我迄个潜水艇三楼高，啊，结果咱家己的家私拢买来了，船放伫家庭啊。啊，结果咧，咱要做啥？啊，知？是安那？因遐大个家私所研究的对象是大个物件，咱台湾够有迄、那个地步来做这大个物件，到尾迄个。海洋中心的主任，底下拜托阿公、拜托阿妈，恁家就拜托赶紧来搞找一个想法计划来利用我这个家私，啊无，迄几啊亿呢，怎啊藏伫遐，也袂顶袂当，是安那？啊，大家唔知要安用这只船呐，这大只，连都歹用，因为咱台湾人才和资源真有限，像阮大个海洋的研究船，其实咱家己。拥有一只，对咱来讲非常不利，因为咱无遐侪题目，咱无遐侪需要研究的对象，因为咱人无遐侪。啊，所以你一只船伫遐，结果一年用无几摆，但是停伫遐无叮当，一个月嘛爱百几万，因为请人。你要使船总袂讲叫义工讲，忽然间调张三李四来开船，你要饲一批人，啊，船会用开，内底设备，听讲伊个餐厅啊吼。餐厅会用给一百人吃饭的，啊！你会用一百人吃饭，你厨房的人敢一个两个会使？袂使，所以规组为着配合这大只船，规帮人，所以船停伫遐，唔是讲用油，是饲一帮人爱遐侪钱。咱也无一个国际合作的观念，大行想讲，咱台湾哦，爱在台湾出头天，这是咱台湾的海域，咱都要家己来做，这款的概念非常非常不健康。啊，这就是因为咱台湾长久以来受到中国的教育，大家拢要做第一名。咱的教育一向拢予咱感觉一个讲，咱伫即个班上，咱都爱打拼，咱说做第一名。第一名是啥？老师会甲讲你是好学生。啊，第一名厝边隔壁的甲讲你是好学生。啊，考尾啊名咧，啊，这无效啦，这扣角啊啦。咱拢用成绩来评断一个人。啊，结果为着要拼第一名，大家勾心斗角，大家伫竞争的过程当中，你讲要含人分享你所买的物件，他有迄款习惯，太傻哩，是安那？因为你含人分享你知影物件，啊，无小心你一个失常，怎互伊得第一名？啊，你就输伊，大家拢暗看秘密。我伫永春一个老师，因查某囝北一女的。要考大学迄年，高三迄年要考大学的时候，因爸爸讲你袂使看电视，伊含因爸爸画帕拉根，伊讲连续剧你让我看最后五分钟，因爸足奇怪，看五分最后五分钟有啥物好看？伊讲你一定要让我看，原因是啥？因为明仔载去到学校的时阵，大家讲张三，你怎有读册无？无啦，只咧读册，我拢嘛看电视，啊无你看啥？怎做啥？大家全班拢讲最后迄五分钟，因为大家拢看五分钟，明仔载要去人电工，我昨拢无看册，下落唔知看册，我昨拢看电视。啊，即款的心情，即款的想法，哪有可能含人合作？因为拢惊人比你较敖。我曾经捌听到人安尼讲，你要人教物件，绝对袂使全部人教，你爱留一手，是安那？你留一手的时候，你才会让别人一直把你尊重，你是老大的。伊敬拜你不甲教，迄敬拜伊拄着就跋倒，就跳到别地过关。伊就来问讲：啊，你当初甲我教，我就照你安尼做，
那你都无法度，伊讲啊，你唔知啦，我干嘛？我做一遍你看，因为你无甲教迄步，有关无甲教，但是你用用，你看就是安尼啊。好，这个是神。台湾人有这款的想法，这会阻碍台湾的进步。大家无法度甲所有知影的奉献出来，大家拢公开，啊，大家共同进步，大家较惊人比你较敖，啊，所以拢砍一步，砍到尾啊，大家拢。病含慢呐，啊，所以这款的想法会阻碍台湾的发展，所以台湾人必须要把心胸打开，咱来含外国人合作。我伫台湾读研究所的时阵，我老师，伊做一个叫我做一个题目，我讲，咱那不爱含啊美国啊日本什么人来讨论这题目，啊共同来啊回答这问题，应当会较紧。伊讲袂使，是啊袂使。啊，含拢讲，咱都全部做了了呢。我想讲，对吼，咱含讲，因为美国啊、日本，因的科技比咱较先进，人较侪，一时啊嘛，向做了了。我伫台湾的时阵，有这款的想法。结果我去英国的时阵，佮发现讲，你有这款想法是因为啥呐？因为你假咯。你啊假咯，你就惊人知影讲，哦，你知影啥？我去英国受到一个教育，就是讲。你要功夫好，你要才调，你无你惊人知影你啥？你知影啥？我有一届去澳洲开会，啊，迄个会啊，甲阮所有的学者关伫一个小岛面顶，啊，就逐工拢见面，伫遐关七工开一个研讨会，啊，开会过程大家拢会讲到我怎样做啥，你怎样做啥，啊，对某一个议题你的看法是啥？你想会用做啥？啊、我有一个学弟，英国人，伊忽然间有一天，甲我叫去边啊讲 ，Jitan， 你安尼甲你所知影物件拢甲别人讲，你敢唔惊因拢甲你做去？我忽然间想讲，奇怪，你英国人咧甲我问安尼，我伫英国受到教育就是讲，咱也有啥物新的想法，不共款想法，都提出来大家公开讨论，讨论了向做去，做去就做去，你也有才调，你绝对有无冤无尽。足侪想法一直阁浮出来，我唔惊啊！做去，我着阁想新的啊！咱惊啥？你阁安尼时阵，其实人会惊你啦，因为你想法永远比人低一种。大家会感觉讲，和你合作是有法度进步的。啊，你啊，嗯，讲到三拢保留三分，人感觉讲啊，无你是不傻啦，无人会和你合作。合作的一个基础，就是你先要开放你家己，让人知影你白白啥，你用贡献啥。所以未来和国际合作，这是一个足重要的代志，嘛是足重要的观念。咱必须要先开放咱家己。啊，你看，让人做了了边啊，会用规碗捧去边啊，惊啥？科学的物件吼，唔惊去用捧去啦，是惊你含慢尔啦，惊你无想法尔啦。啊，你有想法。人会惊你啦，人嘛唔敢规划旁去，啊，所以国际合作这件概念非常重要。但是这个概念要执行，必须要咱台湾人爱改变咱长久以来一个错误的想法，惊人比你较敖。啊，啥惊人比你较敖？因为你含慢嘛，因为你无才调嘛，所以你讲莫伫遐，安尼你永远都袂进步，永远都含中国人伊所提求迄、那个。中国南方一个小国家，夜郎自大。亚龙迄个国家，感觉全世界上大。啊，但是其实嘞，伊含中国比起来，偏细大。台湾人敢讲哦，我安尼外交都外交，行出台湾无半步。安尼台湾永远都无法度伫国际舞台，互人看到台湾伫啥物所在。所以这四个概念，对咱台湾未来要推设海洋的建设甲开发，非常的重要。啊，为着这四个概念，咱我有提出六个要发挥的方向。第一，咱头先讲了海权，海权因为含陆权，咱即爿来讲台湾国际法律的地位，咱有一挂国际法、战争法，这些法律的基础推算出台湾目前是美国占领，啊，主权是属于日本天皇，这概念为带来。就是一条一条根据国际法律所推算出来的一个法律的基础。咱根据这个法律的基础，今仔日到台湾民政府，
根据这个法律的基础，咱有法度解决台湾这个复杂的问题。海权嘛是同款，咱必须要有专门的人来研究这个部门。咱未来较袂像和菲律宾产生纠纷的时候，互因伫遐拍卖叫，到时无法度解决这个到底责任是谁的。啊，海面顶安全的问题嘛非常重要。安全问题，唔呐，为着阁保护咱的渔民，袂去遐强盗抢劫伊，嘛是爱保护伫海顶工作作业，咱国家的别个国家通过咱的海域，遮的人会安全。诶，安全包括天气无好的时阵，安全的保护加解救。啊，也是讲天气好，伊船啊出问题，所以有足济关于海的安全、海岸的安全。即当时啊，含未来海洋要保护咱的海权，保护咱人民，足重要的一个部分。第三部分就是爱来对海洋资源甲环境保护来做一个统合的考虑。咱是讲资源哦，资源真好，提起来用当现金卖钱，会用增加咱的收入。但是咱对海洋资源开发的过程当中，常常会去破坏到咱的环境，所以这两项资源的开发和环境的保护，必须要同齐来考虑。中华民国这流亡政府伫台湾统治的时，伊所爱就是较建立用当现金，而且环境崩坏咧，弄垃圾咧，无害无多恢复咧，含伊有啥关系？伊敢想讲到时母父的伊就要当去中国啦，啊，当去中国袂得当去母父的，无伊就去美国做国。美国公民啊，加拿大的公民啊，所以你看这国民党这中国人，唔是摕美国籍，得摕加拿大的国籍，是安那？伊伫遮花伫吞吞的钱，赚赚的，这个土地互伊母海，伊就飞去美国，飞去加拿大做别国的公民，啊，钱赚着啊，以后半世人真好过，留下一堆粪扫伫台湾。所以海洋资源的开发和环境的保护，这两个必须要同一个单位来控制。啊，无海洋资源开发，敢是讲哦，趁钱趁了，哦，来换现金，看起来拢是数字，都是金钱。但是环境保护是另外一边，另外一个单位咧管，迄、那个单位讲袂使，啊，两个咪定咧相拍。所以资源的开发和环境保护啊，同一个单位，伊都法度平衡来考虑，你资源要开发的时候，影响到环境有偌大，而且投资啊，咱来。设预先爱做啥物防范，阿咩啦开发钢管就有用挖出来，但是有足侪种挖法，上界俗个挖法绝对对环境破坏上界大。啊，所以为着环境的保护，你挖的方法你都爱考虑安那造成环境冲击上界小，虽然成本较悬，你若共一个单位来控制这个代志时，都免两个单位。思想无同款，一个想要赚钱，一个叫你开钱，两个在遐咧抢蹦。第四点，就海洋的产业，海洋的产业有足济的方面，渔业、航运，啊个沿海咱的旅游业。咱即马一个放假，垦丁就直通通。咁大家拢一定爱钱去垦丁，到有感觉有度假，遐咁台湾唯一会用佚佗的所在。咱台湾海边。有足侪，确定啊！咱来介绍无同款的风景，伫你足短时间，你拢有法度观察到到。啊，所以即个产业面来分割，伫一个产业面顶面来控制产业的发展，这是第四项咱必须要考虑的。啊，第五项就是海洋教育甲文化。海洋教育对台湾来讲非常非常的少，因为中华民国。这个流亡政权，伊都不爱让咱台湾人接受海，所以甲你海洋的教育就感觉伊讲，迄都市人哦，去海边算会死哦，大家都唔敢去，因为去海边，你就开始接触到外界，去海边，你就看到天，咱的世界，唔呐台湾所看到安尼，海迄边是啥？海底是啥？会有互你足济思想的空间。但是中华民国这个流亡政府，就最好让你拢唔歹去想。你最好伊甲你讲啥，你就听啥就好。但是你若接受到海，你会发现这个天地完全是无同款的状态。
所以咱必须要重新来对咱的子孙教育对海的认识。咱对海的认识，咱有法度接触海，加以含海斗阵，咱才有法度产生台湾特殊含海有关的文化出来。无咱即马含海含文化有关的物件，大部分拢是高山族留落来，即个祖产。咱新的台湾的文化，咱即马伫即个族群本土台湾人所谓的文化是啥？其实你所看到拢是中国文化。咱台湾特殊在地含海含咱遮尔啊亲密有关系，即个环境甲咱塑造的文化是啥？咱根本看无，所以咱必须要透过教育来让咱认识海，含海有法度接近，咱有可能会用产生另外一种新的台湾海洋的文化。这个海洋文化不是讲为着要赚钱，还是为着这个所在，因为活在这个所在特殊性含外国无同款。第六种就是海洋的研究，我咱头段大概有讲到，这是非常重要的所在，咱必须要用咱的优点。因为咱四边拢是海，海有足侪种无同款的形式。即个形式对美国人来讲，对日本人来讲，伊拢非常有兴趣。比如讲，咱太平洋华人迄边有黑潮经过，黑潮即、这个洋流对世界来讲非常重要，对日本非常重要。所以咱台湾足侪科学家有和日本共同研究即个黑潮。所以像即款呢。哈大片的海，要研究海流的问题，海流所带来有关面顶生物能量的交换的问题，你绝对不是一个国家有法度做的。台湾有黑潮经过，还有足侪特殊海洋的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的环境，其实全世界拢有兴趣的。咱来透过国际合作来开发台湾这特殊的环境，和世界透过这个。研究怎样台湾这么特殊，这么有趣味的所在、所以这是四个概念跟六个要工作的方向、这是我对未来咱台湾要发展海洋的一个看法跟蓝图。提出来这和大家分享、因为咱一般对海了解足少。过来想要和大家介分享讲台湾海洋的环境到底是生做甚物款？咱啊古早时代荷兰人葡萄牙人来台湾看，哦，台湾足水，伊讲台湾是佛摩萨。即下台湾，干啦有位卫星足高看起来，甲看讲哦，台湾即个岛袂歹啦吼，佫足清脆的。但是咱啊近近看，咱的山。咱的海已经拢和英俊无同款了，这是安那来的？这是因为人伫遮大，你要开发你的环境，你无咧思考到你环境都爱保护，因为因感觉这毋是伊的所在，伊感觉讲这环境吞吞败，和伊也无关系。台湾人讲为着趁钱，先趁着个讲，我伫海遐尼啊大。你要落偌济物件也无看，认为的原因造成台湾已经无含永存同款的美丽。当然嘛，有一寡天然的因素，譬如讲即马气候一直变，落雨的频率含落雨短时间的量含古早时代差别足大。所以台湾这个土地承受着人为甲天然两个力量，互咱台湾已经。和英俊无同款啊！咱伫台湾靠一邻四周围的海，大概用分即几种，一种叫做湿地生态，就是七股七股迄款所在，就水淹起来退潮时，咪未完全干的所在，这是伫台湾足重要的养殖的所在，嘛是鱼啊足侪所在，所以你若去七股要食海产。哦，你会底下食到足济哦，你伫哦别位所无看到海产。另外一种就是河口，咱台湾哦溪足济，溪流到海的时阵迄、那个所在是咱台湾非常重要，即饲蚵啊、甲饲蛤仔的所在。
啊，但是即马有几个所在还阁有法度饲，剩无几个，吼、哦，剩无几个。啊，是啊，迄个所在是有法度饲这物件，因为海基本上无啥物营养，因为海水量足大，你营养落去海底，一时啊养起，养看无天天，迄、那个生物无法度利用，所以倒位营养上济，就是河口。河口就是讲为山顶啊，河流的水一直大，一直甲规条溪为山顶，甲河口遮的啊土内底养的遮营养分送到河口，啊未完全养到足部的时阵，遮营养分上悬。啊，营养分就用予足济植物伫遮生长，遐藻类予蛤蟆、蚵仔有法度伫遮生活。啊，所以咱伫古早啊，台湾啊，河出来两边边啊，常常拢是饲迄个蛤蟆，也是讲饲啊蚵仔所在。啊，伫咱啊北边基隆啦吼，啊苏澳迄边，足济是即款的啊生态，拢石头。啊，花莲迄边拢石头。啊，石头即个所在的生态就含别位无同款，石头。咱就免伫遮阁藏霸占格，因为石头袂去互流去。啊，遮天然伫保护咱海岸的所在。你看看这面顶绿色的拢是青池，一种海洋的青池吼。啊，这是足侪生物靠这里食穿的。搁较东边，咱伫海岸出去无偌远，就足深啊，几千公尺。迄款就是大洋生态。所以咱伫台湾啊，为花莲，还是讲为苏澳。遐坐船出去，讲要去看迄个海豚，还是讲要看鲸，免开偌久，你就机会看到。啊，但是外国咧，我即个伫波士顿坐船啊，要去看迄个汉伯伯有个座头鲸，坐偌久啊，坐要两点钟，晕到要死的，啊，才看到。因为遐离海岸足远足远，但是伫咱伫花莲。啊，苏澳，你其实从出去免偌远就开始有这款，因为咱出去无偌远就足深足深，就这款大洋生态系统。啊，国外一种就是讲温泉生态系统。温泉生态系统唔是直接专有的名词，这唔是科学的名词，迄是我较好的，因为安尼较好讲哈、啊，就是遐有温泉啦，全世界。海底有温泉，形成一个生态，拢爱超到5000公尺、4000公尺的海底，遐日头照袂到所在，所喷出来，即拢硫磺，哦，拢硫磺的温泉。啊，你看边仔只红红，即是种糖，啊，再个细只蟳啊、细只虾啊，啊，日头照袂到所在，伫生物学内底讲，日头照袂到，就无生命，无生物。4-5千公尺的海底，日头照袂到，啊，这生物为哪来？你无植物光合作用，啊，咩啦有物件通食？啊，这生物是靠啥咧食穿？那我都活伫4-5千公尺海底，因为温泉内底有硫磺，遐有一种细菌，会用利用硫磺做食物，啊，遐细菌来地底遐植物哦来做。啊，生产者来生产物件，好这物件食。台湾有这物件无？台湾嘛有温泉，这是东北角迄个孤山岛。啊，大家看只白白只、雾雾只，拢下骹有温泉喷出来，啊，所以造成这白白白泡的所在。但是这个温泉甲20公尺。咱头拄仔所看的，遐个温泉拢4-5千公尺，日头照袂到。即个温泉只要20几公尺，啊，温泉口嘛是同款嘞，即黄黄就是硫磺，啊，喷水喷泉口就是只。即阮朋友啊，中央研究院的一个老师啊、哦，研究员，啊，伊翕这张相啊，为着要证明讲，即人伫遐啊，佮有用挖嘞。大家知影硫磺用来水变成啥？变成硫酸，硫磺用来水变硫酸啊，所以只酸溶溶，只个海水的酸度和醋差不多。所以我这啊、朋友伊伫遐，伊讲长期啊，规身躯酸个臭，吼、哦、啊伫遐，你看伊面遮拢是伫海水
接触的所在，非常啊，脚甲足疼。但是为着眼球伫遐咧拼性命，这喷水口温度只要超过100度，酸度附近的酸度要甲含醋变酸。啊，遮有生物部，看起遮附近看起那像啊地甲同款，有生物部，有这种，加拿这种，啊，这伫下骹吼啊，烧来烧去，有这种金马啦。啊，伊讲金马。啊，金马有啥物奇怪？第一奇怪讲，遮无其他的生物加这种。第二种奇怪讲，你啊看伊个脚，伊个脚是平。咱一般伫菜市啊看到的金马，脚拢大起脚，拢是那加刀有无？因为加刀对伊来讲较有路用，因为加刀型的大起脚会用相拍，会用甲对方夹死，脚夹不断。啊，伊只脚含片子同款。含咱中道要食饭，迄硬啊硬菜硬啊同款病，这口是病，唔是那加刀安尼。啊，是安内发展出这种遮奇怪的卡出来，啊，伊那无用加刀。这个阮朋友伊伫遐研究了，伊甲这个啊、结论发表伫全世界上盖好期刊，可能咱台湾生物研究内底第一个发表伫这世界第一流期刊。伊个故事是安尼，咱头先讲孤山岛伫咱个东北平，东北平面顶有黑潮经过，黑潮为赤道，甲营养分含一个生物大去甲日本，所以这面顶足济啊生物。阮朋友伊打去遐研究个时，伊定来发现一种状况，就是讲咱这温泉喷出来时会落雪。温泉喷出来了，无外久啊，水面就开始白物件落来。啊，这是啥？甲收集来，等下实验室甲看，哦，拢是一挂细只鱼啊，含细只虾啊。遐位带来，对黑潮位赤道一个大滴经过，咱大家敢知影啥变做落雪？咱老去菜市啊买过布拉，你都迄经验，青的布拉是啥物色个？透明的啦。透明的啦，青的时阵啦，透明的，啊，透明的，搁作细只，伫个海水内底，你敢看有？透明的当然看无嘛，所以看拢是海水啊。但是煮熟了变啥物色个？无啦，煮熟拢嘛变白，好，无啦，细只无啦，煮熟白，啊，所以遐本来透明伫海水，去流过来只喷起哩，一百几度的海水搁酸，糖醋。什么物件吼，都嘛落落来，啊，所以这钱嘛，伫遮真好趁食，搁煮熟个，时间到，搁讲食饭哦，喷下就是，开始食饭，搁拢食熟个哦，啊，伫遮拢较细只，目睭看无啥有较细只白白只物件，你也用加刀，你怎脑熟？你这个大鸡卡要食物件是大鸡卡，你也用加刀，无咱安尼难中道。诶，食饭的时阵，遐个鸡巴拢收起来，拢分家刀。每一样菜面中间分家刀，大概都是硬甲变面，硬落就无去，硬落就无去。所以一只是啊，先来发展出即款含咱中岛面硬菜迄款鸡巴同款的卡，就是伊遐的食物对伊来讲，伊用家刀脑术，爱用纯鸡巴一根唔知硬有菜。伊把即个故事发表伫全世界上介好的期间。是安那，因为全世界即款有温泉的生态，大家所想到的故事，就是爱迄款细菌来提供遮的营养。但是这完全无同款的故事，伊所提供的是啥？是黑潮带来遮的浮游生物透过温泉甲作息，啊，遮的伊敢爱一项本事啦。遮的钱嘛，甲发展出一项本事，就是讲伊唔惊酸。伊唔惊酸啊，所以伊是只无人要爱住伫遮啦，住伫遮只酸啊，但是伊住伫遮，啊发展即款卡伫遮生存，生物就是遮尼啊趣味甲奇怪啊，所以台湾伫国际上国际一界，互人看到哦，台湾也有遮尼啊世界永存唔知影生物有法度发展即款机制的物件。台湾还有，
啊，佮有其他会用互世界学术界世界的人讲，哦，台湾哪会遮出名，哪会遮特别？啊，佮有足侪咱会用来发展、来开发的所在，这是一个啊足有名的例吼。啊，咱即马休困十分钟吼，啊，较等下咱佮来继续吼，多谢。各位好，请起立。今日